这个灯做的真漂亮。待一会儿这灯应该，哇，这沙子就吹到我嘴里头去了。好，我们准备从下面接着往下走。下面这个沙滩边上修的也不错，都是些商店。啊，这个沙子一吹的这个多漂亮，在地下。走，往上走吧，咱们。这个人正在要 windsurfing， 这风太大了，这根本都起飞不了啊！这个，